紧紧拥抱我，深深注视我的阿爸阿爸父，阿爸阿爸父，阿爸阿爸父，时常帮助我濒死力量的阿爸父。深深注视我的阿爸阿爸父，阿爸阿爸父，阿爸阿爸父，时常帮助我濒死力量的阿爸父。一直有尝过无法忍受的伤痛，因他认识我，因他深切了解我，他使我的灵魂重新得力。深切了解我，他使我的灵魂重新得力。欢迎收看《生命粮》第95集。我今天和大家分享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要先看几处的圣经的经文。我们首先看《约翰福音》第1章第12节：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这一节圣经经文也可以翻译成哈，凡接待耶稣的，就是信耶稣名的人，耶稣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再看约翰一书3章12节哈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另外我们再看一处罗马书第8章15到17节：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与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好，感谢神的恩典。我们刚刚读了几处的圣经经文哈，感谢神，我们在天上有位天父哈，我们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，就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非常宝贵的，还是我们非常大的荣耀哈。我们在地上，我们都有深深的父亲母亲啊，我们在地上有我们的父亲。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父亲，要跟我们的父亲要建立关系。在天上我们也有个天父，在天上他是我们的一个父亲，所以我们会信耶稣的人，我们非常的可以说非常幸运，我们有两位父亲，在地上我们有一位肉身的父亲，在天上还有一位天父。感谢神呢，他给我们赐给我们的权柄，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可以有位天父在天上，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，我们可以呼叫我这位神，这位天父叫阿爸父。
啊，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，称他为阿巴父。但这个父亲是在天上的，高高在上的父亲，我们也可以跟他连结，建立关系。那我们称他为阿巴父，称他为天父，我们就是他的儿女，我们就是天父的儿女。那怎么样成为天父的儿女？怎样成为神的儿女呢？啊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里这样提到一个关键的啊，凡接待耶稣的人，就是信耶稣名的人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权柄啊，成为天父的儿女，成为神的儿女啊。所以很重要，我们怎样成为神的儿女呢？怎样成为天父的儿女？我们要信耶稣，要接待耶稣，相信耶稣的名，耶稣就赐给我们这个权柄啊，这权柄是一个特权啊。我们有天父成为我们的父亲，我们有这个特权，我们这个权柄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好，最重要我们要相信耶稣，我们就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刚刚我们圣经经文也提到说，我们何等的荣幸啊，天父是何等的慈爱，他愿意接纳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啊。所以我们感谢天父，感谢神，他是这样的爱我们，让我们地上每一个人，他都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他的儿女。我想有一个关系，就父子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哈。那因为天父他拥有世界一切所有的，那将来他要怎么样赏赐这些地上的人呢？啊，当然是赏赐给他的儿女，就像一个父亲还有很多的财产，他怎么样要交给下面的？通常很少会把财产交给外人，通常都会把财产交给下面的儿女。所以儿女就是权柄，可以继承父亲的财产，继承父亲的产业。所以这圣经也提到说，我们跟基督一样都是神的儿女，同作后嗣。那这个后嗣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有权利可以继承产业啊，这个后嗣就是说你有权柄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。那我们将来我们跟耶稣一样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，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啊，所以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的长兄啊。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跟耶稣一样都是神的后嗣啊，跟基督一样同作后嗣。所以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身份或职分啊，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都是神的儿女啊，我们都可以继承天父给我们的产业啊，因为只有儿女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。我们既然成为天父的儿女，我们也可以接受领受或承接天父的产业啊，将来天父在天上有许多的产业，那就由我们的神的儿女啊来继承来领受。所以感谢神啊，神赐给我们的权柄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来享受来继承神所拥有的一切的丰盛，还把一切的丰盛把一切的他的产业都可以赐给我们，把一切的福气天上地下所有的福气都赐给我们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有权柄可以继承天父的产业。感谢神的恩典啊，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，他把所有的恩典都赏赐给我们，阳光空气水啊，这是最宝贵的，神天父天天赐给我们是免费的啊，阳光空气水我们可以尽管去支取去享用，完全是免费的。不但如此，神会把一些更多的恩典更多的福气赐给他的儿女，所有信靠耶稣的人，接待耶稣的人，又有权柄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可以享受神所赐的一切的福气一切的产业。感谢神，感谢天父，我们在时时刻来神面前，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，我们用感恩的心，我们在天上有个父亲，我们也感谢神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也让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领受上帝所赐的一切的福气。天神赐福大家。是我因他深切了解我，他使我的灵魂重新得力。